周先生，这是三十年陈的黄蜂，来一口吗？怎么办？我好像对你一见钟情了。我在 Brooklyn 有一栋带私人泳池的高级公寓，我们可以在水里一边做爱一边欣赏河滨公园的美景，能玩吗？你心脏跳得好快，怎么狐狸窝却养出了个大兔子？这是假的，我害怕设法请我在此地部署行动。我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行动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和水灵子很喜欢你换？我可对你留着情面。是吗？我怎么不是？疼死我了，肩膀都碎了。你故意的吧？好好好，我轻点啊。周先生，你采花不采？宁夏，你也好吧？啊，我们是。他娘，在同一个地方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事，还是头一次。吃过一次亏，下一次跟我走，绝对要找回。抓人，集合！是。我们不能进去，让开，直播房门，让开！几位官爷，请问有何贵干啊？人呢？让他出来！我们老爷不在，我的人一直守在门口，没看你出来。好，搜查令还没来得及申请。这搜查令我是没有，可是我这爱犬跑到你屋子里，我得找找。兄弟们，给我找！周兄，咱们这缘分委实深啊，莫非是三生石上旧精魂？这都死都死了，事情都办妥。是主人，幸不容命，没有任何人发觉。好，真是个好东西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很简单，如果你是我的人就好了。真想操哭。主人，带我回家。娘。